今天活动呢到此告一个段落。那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自己带来的雨伞、外套、帽子、小孩、老公、老婆记得带回去，然后可以的话椅子帮我们红色的帮我们叠叠乐，垃圾记得帮我们带走，然后最后一班的接驳车是7点钟，如果你身上还有现金，拜托大家好把我们周边的这个农夫市集帮他们扫空一下好不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活动呢从6月29号到8月4号，每周呢都有非常精彩的活动，欢迎大家可以上啊。我们好，哎，你看，风吹风吹，金马甲落后，哇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么的美好，就是这么的赞。好，祝福大家一切平安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，就到此告一段落了。谢谢我们所有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